我拿到我的房间了，我的房号是345，刚刚拿到。然后他问我，等一下来跟各位讲，这些蛮有趣的啦。我的房号是345，等一下再跟各位讲。啊，我现在在3楼吗？对，在3楼，好神秘哦。这间比较暗一点，稍微暗一点。好，然后我要用我的卡吗？哦，带各位看一下我的房间。哦，我的房间好像是有升等的，它升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，有一股淡淡的味道，就不知道说不上是什么味道。345这边，343、345这是我的房间，敲一下门。有点累，等一下哦，我刷一下我的房卡，一只手真的很忙。好，另外一件行李他已经帮我拿到我的房间了，还算贴心。好，把我的行李拖进来。我今天做的是万怡，然后他要帮我升等。哦，这间听说就是不大啦，哦，非常的小，可是它地理位置很好，给的还算蛮多的。他有给我那个迎宾饮料，可是我也忘记问他说，反正是不是可以换点数什么？他就问我要不要酒还是非酒精饮料，我就说好，那就给我3瓶酒精，这样晚上可能会比较好睡一点。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大概就这样，然后这个是早餐券啊，早餐券在一楼，它有写时间，从6点半到10点，看起来是白金会员或钛金或大使会员，是在 Lava Rock， 它还有另外一间餐厅。好，哦，那这个是什么 ？Room Service Note。哦，就是。We are happy to let your food order includes one drink as well。哦，就是如果你有点食物的话，好像饮料就不用钱。好，大致上就这样，给各位看一下这间房间。哇，先看一下外面，我这边是面街的，哦，整个是绿色的，绿色色系。然后我先把我这个塑胶袋给拿起来。哦，我的卡在我的手表上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终于拿起来，这是我刚才去买的一本满足。先跟各位讲，一进来，反正这边有点长长的走廊，这是我刚才进来的地方。看一下他的房间呐，他说他有帮我升级。可能是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听说一人房是很小，我这个严格算起来算是双人房。哦，我的房间是这一间，大小跟别间差不多啦，所以可能也没什么大升级。哦，一进来这边有个简单的衣柜，完全没有遮蔽物。这边有个全身镜，厕所应该在这里吧？哦，就很日式的感觉。我把灯给打开。哦，厕所非常日式哦。哦，就一样，非常日式，还算大啦。因为这边离东京车站很近，厕所有这个 size 哦，真的算很迷人，非常大。哦，可是就是很日风。一进来这边就是2张床，哎，这个床不太，好像比单人床稍微大一点点。哦，不是很小的那种单人床。哦，好，原上就是这样子。那我的书桌在这边，很简单啊，电视在这里，电视、床、书桌。哦，书桌旁边就是一个冰箱，冰箱把它打开不？哦，这边有保险柜，还不错啦，有保险柜。那冰箱里面有没有饮料呢？有2瓶水。
哦，它这边很好玩哦，附的都是山头里的天然水。哦，为什么说很好玩？我以为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它怎么写中文？就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可能是汉字。然后这边有附两个很可爱的茶杯，打开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茶包。哦，茶包。等一下，5:30到7:30有个 Happy Hour， 我可能会去点个餐再跟各位分享。然后这边杯子，因为我想要先休息一下。然后三瓶饮料，台灯我把它打开。这是我刚才买的一本满足。哦，原则上就是这样。这间房间很简单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餐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有啦，看一下一个凯撒沙拉1700，好，就是在3400-4400左右，其实就饭店的价格啦。然后一杯 beer， 这样一个 beer 980，好，980就是大概200块，不便宜，不便宜，整个就是这样。床欸，床是硬的还是软的？床还 OK， 不会太软。然后跟各位讲一下我刚才那个电器的事情。我上一支影片应该是在讲说，让我先喝一瓶啤酒好了，是在讲说我没有买到那个什么，就是我没有买到那个水波炉，可是后来我买到那个。Big Camera 那边答应我说，他明天早上帮我送到饭店，可是他很重，有30公斤，所以我明天要拖着2卡行李，然后去机场。哇、哦，天哪，2卡行李加那个东西要去机场，真的，如果真的太重的话，可能就要搭计程车啊。这边到那边机场不到1000，我抓可能要2000块台币，不一定啊，我看状况。然后我觉得我的行李箱有点带太多，其实我今天没有买什么，我就带2卡。我早上自己贪心带了2个行李箱，其实原则上可能一个行李箱还绰绰有余，因为我今天原本要买的一些东西啊，我在流鼻涕，因为外面好冷。我今天原本要买的一些东西，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啊。像我原本想说，如果看到适合的除湿的棉被的，也可以买，那也蛮大的，也没有找到适合的。那像热水瓶我也觉得没有看到喜欢的跟适合，所以没有买。所以几个比较大样的几乎都没有买，所以我就觉得整个来讲就是这次带太，就是还好水波炉有买到，要不然真的是不知道来干嘛。那等一下我可能会下去楼下稍微简单，反正都送了嘛，送了我就去吃啊，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他的餐点是什么。哦，原则上可能就是有一份套餐。不过来日本真的应该要吃串烧啦，应该是比较符合来日本的感觉。哦，等下再看一下资料。好，简单跟各位看一下我买什么，很少，没有买几样。简单的跟各位讲，这个是空的啦，这个疫情箱是空的。哦，那这个是今天我就很寂寞的一个人，就在这边睡，还不错。这边打开行李还算有空间，哦，不会觉得很挤。买没有，真的没有买几样，只有买一小袋。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是 Elsa 的饼干，哦，然后因为这个是免税就不能拆了。然后这个是宝可梦的剑鱼盾，这是帮阿优买的。这边有个小小兵的棒秤，这个刚好看到最后一个，而且是 TANITA 的，算有牌子的，就觉得好可爱就买了。哦，然后这两个是新店蔡依林交代的，这个是 Sharp 的，这个不便宜。这是 Sharp 的去污，它是高速震动可以去除衣服上面的，比如说污渍啊，又或什么的。可是我们要用看才知道好不好用。然后这个是离子梳，也是新店蔡依林叫我帮他买的。哦，所以你看，真的只买这样，行李箱大那么大，大一个都不知道干嘛，都可以把两个行李箱弄成一个行李箱。好啦，先这样，我喝一杯啤酒。
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吃什么。现在时间是6:20，我6:30再下去好了。各位，拜拜。